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来看果行因德。国是讲如来究竟佛果，正道究竟圆满，那就是自信的自然流露啊。佛法的名词啊，称作法而如是。那我们要问了，在那个境界里面有没有果行果德呢？诸位同学，你自己去想想有没有。中国老子一开端呢就说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啊非常名。我们在前面报告的次数太多了，明心见性的时候，妄想没有了，断掉了。妄想是什么呢？是起心动念。那么诸位想想，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之处，意之知，这是六根接触六尘。到不起心不动念了，还有因还有果吗？还有行还有德吗？统统没有了。如果还有果行因德，他就退到退下来了啊，退到什么位置呢？退到阿罗汉了。为什么？阿罗汉还有分别，所以他有果行果德，因行因德，他还有。菩萨没有了，不分别了，哎，只是他还有起心动念。那么你就知道，这些话是佛给凡夫说的。啊，佛在讲经，讲这个经的时候，里面有凡夫众啊，叫大心凡夫啊，啊，发了菩提心，修菩萨行，
执着没有完全放下啊，确确实实是在放下，没有彻底放下了啊。执着是什么？讲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叫轮回心啊。轮回心是执着，四圣法界的心是分别，所以不执着，六道就没有了，超越轮回了。不分别，十法界没有了，你就到一真法界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然后我们学经教，就跟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面所讲的相应。听经学教啊，立言说相，不执着言说，不分别言说，立言说相啊，有没有言说？有啊，我们在上课听佛说法。啊，会听的人意思都明白了，不着相啊，不着什么相呢？不着名字相，不着言说相啊，不着心缘相。这个心缘相比较难懂，也比较深啊。心缘相是什么呢？我们听了之后啊，都有见解啊。我们今天要求学生听课之后啊，要提出心得报告啊，提出你学习的感想，这都属于心缘相。这些长聪明不生智慧啊，长聪明啊，现在学校教的都是这个，随着年龄呢啊越来越聪明了，学的越来越多了，对，越来越没智慧了。智慧跟聪明不一样，两桩事情啊。立相呢就是智慧，着相就叫做聪明圣教，跟六道凡夫里面的教诲不相同之处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听了恭恭敬敬的听啊，所以细心认真的听啊，听懂就懂了，不懂不研究，也不要去问。为什么呢？你问了，人家讲给你，你还是不懂，这什么原因？
你的妄想执着没有放下。妄想执着只要放下了，你自然就懂了。你能懂几成，那就是你放下了几成。放下一成，你这一天就懂一成；放下两成，你这一天就懂两成。就这么回事情啊。为什么？你要知道佛说法，佛有没有说？佛没有说。我们常讲啊，释迦牟尼佛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可是佛在大经里面常讲，他没说法，甚至于说，如果谁要是讲佛说法了，要谤佛，这话说的严重了。他不是有意谤佛，他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以为世尊天天在说法。所以大乘教里的常讲啊，诸佛菩萨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你在四相上看呢，他有说；你在体性上看的时候，他没有。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谁说？谁听？说者听者啊！皆是虚妄啊，梦幻泡影。大般若经上讲的，本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那才是诸法实相。那才叫做明心见性啊，那才叫一切通达明了啊，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全都通达明了了。谁的境界？菩萨的境界。什么是菩萨境界？没有分别执着的境界啊！法相宗常讲啊，没有分别执着，就是转识成智啊！你看看，八识里头，摩那识执着。转摩那为平等性质，执着没有了，平等性质现前。平等性质是什么呢？是禅定，是自信本定啊！你的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执着，所以执着是错误的啊。转摩那为平等性质，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第六意识是分别，
啊，不分别了。妙观察智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你只要不分别了，自信智慧现前了，这不是学来的啊，学来的是聪明，不是学来的。也就是大乘教里面常常讲的佛性啊，佛性就是妙观察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迷了佛性呢，就变成第六意识啊。啊，只要这两个转过来了，阿赖耶自然转成大圆镜智，前五识也自自然然转成尘俗作智，转八识成四智。啊，第六、第七，啊，这两个是因上转，前五十跟第八十呢是果上转。啊，因一转，果上就连带一起都转了。转八十成四智啊。诸位要晓得，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这一真法界啊，那个境界叫不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经末后一段啊，入法界就有详细的说明啊，真的是法界。法界在哪里呢？哎呀，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呀，没离开呀。念头一转呢，不一样了。去中峰禅师，你看在这个三十心念里面讲，他讲的是真话了。自心，我们自己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心。此方就是净土，净土就是此方。这是什么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是这三种烦恼断掉的时候，这境界现前了啊，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全没有了。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要知道啊，更应该要知道的，我们现在是在迷位，没觉悟啊啊，也就是说这三种烦恼习气通通具足。那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用佛的果行作为我们自己的因行，这个太殊胜了啊！诸佛的果行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弟子规，就是感应品，就是十善业。从这里扎根啊，这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根本性啊。你看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啊？
这个要是疏忽了，你这一生只可以说跟佛法结了个好缘，能不能得到佛法受用呢？得不到。因为你在这个世间呢，你还在造作，在造业，这个业决定是染业，不是净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断，这三样东西染无了自性，所以你所造的一切也是染业啊。染业里面有善有恶啊，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除非你真的相信净土，真心切愿身心世界万缘放下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一生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不但脱离六道，而且脱离十法界这个因行，与佛的果行呢完全相应。啊，念佛是佛的果行。从什么地方知道的？从弥陀经上知道的。弥陀经最后，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出来。他老人家也是修这个法门成佛的啊，念佛成佛了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众生说这个难行之法。所以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点破了啊，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的。果行因德只介绍到此地啊，再看下面的文。然普贤行德了，四通佛果，是故借以虚空为量啊。上下文中皆通此说，我们就念到此地，这是一段。普贤行德，四通佛果。普贤是菩萨。什么叫普贤呢？直接向佛学的这个人，就叫普贤。向菩萨学习，向阿罗汉学习。我们拜一个师父啊，向师父学习都不行。为什么呢？不同佛果。啊，只有向佛学习啊，就四通佛果。所以普贤菩萨你要知道啊，谁是普贤菩萨？哦，一听到这个名号，马上就想到峨眉山，啊，骑着六牙白象的，哦哟，这是普贤菩萨，那是普贤菩萨代表，啊，那是
等觉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一个普通的名号啊，你要知道啊，它代表一个行门，就是修行的法门啊。什么行门呢？就用如来的果行，我们从这里下手，从这里学习啊。我们在因地，我们开始学，就学佛啊。佛怎么样对父母？佛怎么样对兄弟？佛怎么样对朋友？佛怎么样对众生？我直接向他学习这叫学佛了。所以虽然不是佛了，哎，同佛，似是相似，哎，有一点像啊。总的来说，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啊，佛的心得是什么？用一句话：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就是如来的心得了，诸佛的果行啊，无条件的慈悲啊，平等爱护一切众生啊。这个众生里头包括植物，包括山河大地，森罗万象，佛是平等的慈悲对待。方便为门，这就是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就方便了。啊，再看你的根性，看你的程度，看你现前的生活环境，给你说法，叫应机说法了。啊，佛没有一定的法术啊，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啊，千变万化，这叫方便为门。方是方式，方法，啊，变是变仪，啊，什么叫变仪呢？就是此时此刻，啊，最恰当的、最合适的，为你显示出来，让你眼见耳闻，接触到了。你会开悟啊，这就叫佛法啊。佛法就是帮助人破迷开悟的啊。悟有大悟有小悟啊，不管是再小的小小觉悟也叫佛法啊。佛法就是帮助你觉悟啊。所以有人根性利的，烦恼轻的，接触之后啊，大悟。有人烦恼习气重的，业障很深的，接触到佛法小悟。
不一样啊。啊，那么佛在方便门里面，方便门里都有最初方便，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学佛学了很久了，再细心想想没得到什么啊，只是学了一些皮毛常识，在实际上受用上没得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老毛病啊，还是习气烦恼。啊，没能改变，这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从最初方便下手啊，所以没有发自其辱啊。啊，最初方便是什么呢？佛讲得很好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佛说的。我初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费了3年的时间说一句话，戒律很重要。这一句话3年当中讲了几十遍啊，我跟他老人家见面是每一个星期一次啊，换一句话说1年有50次，3年150次啊，这个话呢他说了几十遍，印象非常深刻啊，这是他的善巧方便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对戒律不能接受啊，排斥羡慕佛法的理论啊，道理讲得太好了啊，所以这修行行门呢疏忽了，认为我只要懂得这个道理行啊，不持戒就是不修行嘛，就是不接受他的行门嘛啊，所以他老人家这一句就这么一句话，轻描淡写啊，说了几十次，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们才豁然想到，哎，说这么多次一定用意很深，想想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想通了之后这才晓得，这叫最初方便。如果不从这个地方下手呢，就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从这么一个思路，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啊，啊，圣贤之道啊，才真正明白了啊，中国5000年前的老祖宗啊，教导后世的子孙用的是什么呢？最初方便，就是用世界律啊。戒律从哪里开始呢？从孝亲尊师开始伦理教学里面，父子有亲呢。我学了佛之后才懂得，没有佛去学佛之前呢，念这个虽然念得很熟，不懂意思。啊，只晓得父子有亲，啊，父子之间有亲情，这个亲情是自然。知道就到此为止
而不知道这个亲情是信德的核心，这个学佛之后才明白啊。整个圣贤教育也可以说设方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他这个教学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这个。但是佛教里头不叫情爱，佛教里头叫慈悲，就是慈悲为本呐。啊，方便为门呐。那门就是方法，门径要用方便。根本的理念呢，教育的理念呢，是慈悲。啊，这个慈悲用现在一般人家的话，爱的教育。啊，佛法是爱的教育。啊，爱人就不会害人。所以他的德是和平的。啊，和平的教育。和睦的教育啊，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最初方便的完全吻合啊。我们修净土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不能不懂这个道理，你不能不认真修学因为经宗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如果你对父母不孝，念佛念得再好不能往生。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人一看这个人不孝，那怎么能接受他啊？再看呢，这个人对老师不尊重啊，只要这两个条件不符合，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诸位要知道啊，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第三句慈心不杀，第四句修十善业，你要具足这四个条件，你念佛才能往生。不具备这四个条件，念佛不能往生。你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三福里面第一条是最初方便，没入门，没有入佛门啊。我们中国古老的祖宗知道了，就用这个基础来教化后代啊。所以中国这五千年来啊，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民族都能够和睦相处啊，都能够过安定和平的生活，靠这个教育啊。这个教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此地念的普贤行德啊，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四通佛果啊，不能不重视啊！啊，我们学华严从哪里入门呢？就从这里。如果不在这上认真努力，就是遇到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给你讲华严经，你也不得其门而入，你进不去啊。什么原因呢？你有业障
业障障碍着你啊！啊，心里想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你不具足条件呢、啊。啊，比如说我想考大学，你要参加考试啊，你要考试及格才行啊。啊，那是你具备的条件呢、啊。想考大学。中学没念过啊，考试得个零分，你这个愿望落空，不能实现啊，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普贤菩萨这样我们就晓得了，普贤菩萨从初发心到等觉有多少个等级呢？51个，51个菩萨都是修的普贤行，都叫普贤菩萨。我们华严人讲十信位，初信普贤菩萨，二信位的普贤菩萨，三信位的普贤菩萨。啊，到十信位的、十住位的、十行位的、十回向位的、十地位的、等觉位的，他通通都叫做普贤菩萨。啊，这些人，这个一系列的全都修普贤行，那就是他修行的纲领，决定离不开十大愿望。他修什么？修礼敬，修称赞。修供养，修忏悔。这是十愿前面的四愿，前面四愿是根本，是最初方便。那么我们想想，我们对父母、对尊长有没有恭敬心？有没有礼貌？这两个字没有了，不是修的普贤行的。我很少看见呢，我接触的人很多了，啊，表面上看到有礼貌，啊，拿一点东西写几个字来问我，一看没有礼貌，为什么呢？字迹潦草，跟我们不一样啊，啊，我这一代。以前亲近老师啊，有问题写出来向老师，我们的字都是恭恭敬敬用毛笔写的啊，老师一看啊，写的这么规矩这么恭敬，老师就发心教你。如果这个字迹很潦草的话，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老师教不教你？不教你了。为什么呢？教你你接受不了。印光大师说的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你一点沉静心都没有啊，老师教你就白教了，怎么可能呢？啊，所以现在看人写字是一片潦草啊，就看到他心浮气躁啊，他不是发气啊，啊，没有恭敬心啊。
啊，那么再观察它，带着傲慢的习气，不知道谦虚，你细心看他言谈举止就知道了，他能接受多少啊？不能接受，那就是大众听经就可以了，种善根啊。真正要想学，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从恭敬中学啊。你对你父母不孝，你对于你的师长不敬，不能教，教了是白教，没用处。一个人在一生，啊，很少一个人一生呢，只听一个老师的，很少啊。啊，启蒙是听一个老师。在一个老师会下，成就根本智啊，这古人的标准，现在我们不谈了，标准降下来了啊。我的老师对我标准就是大幅度的下降啊，降到什么呢？你有能力能够辨别真妄啊，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有能力辨别，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可以了，行了啊，就是说你可以毕业了啊。毕业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听别人讲的啊，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了啊，你可以戒除众多的修行大德，不同宗派，甚至今天讲不同的宗教啊，学者专家都可以接触。你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啊，你接触的时候只会得利益，不会受害，老师放心啊，哎，你可以出去参学了。没有这个能力之前，老师决定不许口。为什么？你没有能力辨别，怕听到邪说误以为真，你走入歧途了。老师对学生看得很牢啊！啊，我年轻时候就是被老师管教的很严呐、啊！啊，这个对我们以后好处太多。啊，如果你要觉得老师管得太严了，啊，你心里不服，啊，没有获得这种能力，啊，这是基本的这个智慧，啊，还没有开，没这个能力，你就离开老师，那非常非常危险。往往一个人这一念错了，就一生都错了。啊，所以我跟老师学了十年了，啊，这个十年培养这一点功夫啊，啊，以后离开老师，我接触的面到全世界，啊，各个不同行业、不同的专家学者、各个不同的宗教，我普遍接触。
那么这个最低的标准不能再降低了，再降低不能成就了啊！所以李老师给我设限的是最低的了。啊，他老人家很慈悲啊，给我设限的时间5年啊，5年之后，我真正得到这个利益。我向老师请求，我再做10年。啊，他笑笑，在10年时候，把这个基础啊加深了。啊，以后出外面参学，自己才真的有这个能力，如如不动。啊，而对人什么呢？懂得，谦虚有礼。礼敬、赞叹、供养，做到了。啊，对于不同的行业，尤其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修行人，啊，我都是一律恭敬、赞叹、供养，决定没有回报。为什么？我明白啊，各个不同的宗教都是祝福化身菩萨，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而化现的呀。你看普门品里这不是告诉我们吗？因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我们把它换一个名词，应以基督身得度者，佛要不要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啊，应以阿洪身得度者，要不要现阿洪身而为说法？通了吗？才知道，我这才明白了，全世界所有宗教是一家人呐，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呐。啊，那么在这个以前，我也没有听到别人有这种说法，我提出来，心里想，一定还要遭到很多次的辩论。没想到这么多年来走遍全世界啊，我把我的观点向大家报告，大家居然都赞成，没有反对啊，没有辩论。在日本遇到一个中村康隆老和尚，他今年大概是101岁了，啊，他见到我很欢喜，告诉我，全世界宗教创办人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老人家给我做印证呢，我听得非常欢喜啊。啊，出来之后，他的徒弟告诉我，哎，就是净空法师，我们老和尚一生呢没讲过这个话。讲话也是看人讲的啊，所以这就晓得普贤行德，遍法界，遍虚空界，无所不报啊！只要与信德相应的，就是普贤行德，就是四通佛果啊。所以底下讲呢，是故
皆以虚空为量，啊，就是你初学佛的也如此，老修行的也如此，啊，佛法里面的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经我们详细讲过，啊，诸位听了之后就明白了，确实是皆以虚空为量啊。那本经上下经文皆通此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现在时间到了，今天呢，我们就讲到此地。